如果能重来，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？我是等待，守在你身旁，绝对不逃开，不让谁将我们冲散。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，不怕雨纠缠，眼泪擦干，让回忆倒带，我将爱保管，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。我会勇敢仰望风，等待你回来，仰望雨能安静体温脸庞，泡汤眼眶抵抗，不肯让你离开，留下我流浪，仰望你抱我在胸膛，仰望梦能给我我觉得不容易哦，因为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外形，但是要配合这样的声音，其实不容易。我觉得我在那边称赞你啊，这个歌其实不好唱，而且它非常的跳跃，特别在副歌的地方，它其实很多大跳的音。但是你越唱到后面，你越稳，这个让我其实还蛮惊艳的。特别是你的外形台风也非常稳健，谢谢。应该是我们唱片公司很喜欢的类型。我觉得你刚刚选那个歌。还不是我觉得选的最好的歌，我觉得你的歌其实你的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的潜力，所以以后选歌可以再更注意一点。好，很棒。嗯，谢谢，恭喜过关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是非常美好的身材，真的是高人一等，不止身高高，歌声也高人一等。好，知道你是 model， 可不可以往后再退两步，走到前面摆一个最棒的姿势给大家。Go！ 恭喜过关！下一位。陈老师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介绍我的男朋友林子杰。我想说的很简单。每次听他唱歌，我都觉得我要再次爱上他了。子杰，今天加油哦！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台北的林子杰。我很喜欢唱歌，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。谢谢。女朋友支持你的梦想吗？是。好，为了她好好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歌曲？我要带来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。请开始。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？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？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又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。首先我要说你有很好的音色，因为你声音有一种很沙哑很特别的音质在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选的不好，这首歌显然非常不适合你。还有一个可能是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加分题好好的让我们听一下。好，我要带来 Muse 乐团的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。 I love you baby, then it is quite alrightI need you, baby. To all my lonely nights, I love you, baby. Just giving when I stay. Oh, pretty baby.
baby, don't bring me down. I pray, oh pretty baby. Now let I found you,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, baby. Let me love you. 子杰，其实你的音色很好，然后有 smoky voice， 就有点沙哑，然后气音，但是有点宝石。这个是你的很棒的、很棒的一个宝藏，但是你不太懂得把一个歌的层次跟情绪去做布置，从轻到重，从缓到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听你唱歌会觉得好像听一句就等于听完你整首歌了，这是我觉得你唱歌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好，希望有一天你还是可以再来这个舞台，但是充分的准备好。好， okay?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下一位，评审老师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叫谢信怡，绰号叫小鱼。那为什么我会叫小鱼呢？因为我爸的本名叫金鱼，就是水族箱里面的金鱼，所以我是他女儿，就叫小鱼喽。啊，从小就很热爱音乐。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参加这个比赛，那带来徐佳莹的新卡贝贝，加油。新卡北北，谢谢，请开始。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眼里躲，偏执相信着，手足就得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或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花沙弥漫了灯红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，我心跳悲悲啊，早晨前面其实进行的还不错，一到副歌第一句没有掌握好，哦，很可惜。嗯，其实硬要说的话，第一句也没有抓好，但是因为你的音色跟你的尾音处理都非常漂亮，还有一次机会来加分题。黄以玲《零星的光》，请开始。我回头去看，熊熊才知影，咱的舞台。爱用青春来换，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煞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过，谢谢谢谢评审老师，谢谢。这你真的好疗愈哦，你让我想起秀兰玛雅，很优美的。谢谢。那在这部分呢，我觉得信颖，我觉得你唱国语优于台语啊，所以我建议你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唱台语，我跟娇娇不一样一样的看法。但是你的本质是不错的，你的音色很干净，然后也很有穿透力，我觉得还不至于让人睡觉啊。如果你选对歌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在选歌你要再多加注意。其实你现在有很好的声音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表演，所以就我来说，为什么按这个叉呢？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。但如果你今天已经过关的话，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，说不定你可以很快的进步，去找到唱歌愉快的地方，让人家不会想睡觉的地方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选手们都怀抱着梦想站上这个舞台，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或希望达成的目标。我今天要来捍卫我的梦想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。我今天要带来杨丞琳的《理想情人》。你说你对歌唱有很大的梦想，
你的目标是谁？王力宏啊，我想跟王力宏一样走很多不同的风格，而且我很喜欢他。哦，我是问你歌唱的目标，不是嫁人的目标啊。我是来自淡大学的苏信宇，我来这边是要实现我应该从国小开始到现在的明星梦，就是唱歌，就希望我能成为下一个萧敬腾。那么所以你今天要唱老萧的歌吗？唱有点悲情的歌。哦，不是萧敬腾的，要震惊的，比较震惊的，要该震惊的。所以你说萧敬腾不震惊？不是，是唱歌该震惊。来，什么歌曲？李圣杰的《眼底星空》，请开始。眼底星空，流星跌入手中，我紧紧握着，抬头向上天祈求，愿你先找到我。我跟建宁老师是同时按的，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快想把你淘汰，所以我先收回来。其实你具备所有的技术跟你天生的条件，但是我觉得唱歌很重要的是感情，所以希望你的加分题可以用感情来感动我们。什么歌？方大同的 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。 好，放轻松。很可惜苏信宇的加分题并没有打动评审老师。我觉得你选英文歌是一个失策，因为其实你的发音跟咬字 announcement 没有那么好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再选一个中文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你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你的共鸣的方式，你的音质其实很好，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感情。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既然老师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表示你的声音呢是天生丽质的，但是现在就靠你后天养成了。同学，他平常会唱谁的歌？千辛万苦。为什么他自己反而这首歌是有意义的？失恋，在我跟女朋友第一次分手，没有，就只有一次分手。然后全校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就对了，全班都知道，大概一半吧。哦，那你很厉害，这个年纪复合再分是可能的。那这首歌应该会很有感情才对啊。来吧，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可以吗？我冷静的时间。准备好再来哈，没有关系，好好唱。